好吃的。喏，百事可乐无糖的。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就是不知道这一顿你要跑多少公里啊？无糖零卡的，放心选。你在藏什么？百事可乐无糖，劲爽好喝。下次记得藏好哟。天雅诗兰黛水光防晒，强抗氧、抗光老、强防护，八重抗氧成分，三大抗氧明星，多波段抗光老，水光清透不黏腻，强抗氧、抗光老、强防护，全新水光防晒，雅诗兰黛。我是杨幂，今年是和雅诗兰黛在一起的第五年了，祝小棕瓶生日快乐。从第一代到如今的第七代，小棕瓶始终坚守着对肌肤修护的承诺，不断迭代科技，缔造传奇。明星修护成分滤波肽，它能定向激活生物钟因子，修正肌肤紊乱节奏，从细胞开始修护肌肤，让肌肤弹润又透亮，让我熬夜拍戏没有后顾之忧。最后再次祝小棕瓶越来越好，期待能继续跟小棕瓶一起与夜俱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喂，下班了吗？嗯，杨幂叫我们今晚聚会啊。什么时候啊？今晚八点，杨幂直播间，不见不散哦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十几年前的事吗？就你三岁的时候？三岁的时候演。45岁时做的品。十几年。接下来这个台词，你仔细听听，不行的话我有别的提示，好不好？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和光尘。我在找那个。今天我们之所以相聚在这里，这里是我呢 是因为没有物质的爱情，就像一枚散沙。一猜就猜对了，今天是我的，今天我们就交到头上。什么答案是小时代？小时代今天
你现在演的不像林，不像那个顾里，像黄。这个话是那个谁，黄明昊经常演这段。你像黄明昊演的。黄明昊本人也老演这段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吃饭吃到一半，突然间黄明昊一开心就会拿一个果汁杯，然后拿起来说：“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。”就我不知道那不是他有一个那么。那这话是南湘讲的，南湘倒在顾里头上的。那为什么他南湘演起来有种粗犷的感觉？黄明昊今天我们就他觉得就是以他的理解，以他的理解，对对对，嗯，好。最后一题，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还会像现在？那就没在呗，不是什么什么，你继续想。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开心吗？嗯。分手的事，这个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在唱你的歌哎。你会唱我的歌？哦，对啊，分手的时候。什么你连挽留都没有，对对对，你也是因为黄明昊一直唱一直唱，后来就被迫听到这一句。恭喜你又答对了，我还没说。嗯，仙剑三，仙剑三，对，仙剑三，大家都肯定知道，都是你自己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猜出来的。那仙剑三，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“土灵珠”。哦，土灵珠，对，土灵珠。很多人说，我们也看一下快手老铁们的这个弹幕，很多人说今天秘密装的太好了，喜欢你穿的蓝色，秘密爱你哦，头发好看，加油，大美蜜。玉米排骨汤，宝贝，是玉米排骨汤，这个不用打成，宝贝，这个就是正常打玉米排骨汤就好，如果把玉米炖排骨，这是不行的，这是不可以的，是玉米排骨汤，好吧，我们屏幕上可以就是说还是认真打字，不用打成，不用什么都跟蜜有关，他们打着玉米排骨汤，老师是玉米排骨汤，好不好？说实话呀，刚刚说到这里我就闻到这个味道了。香珠比香水更自然，洗衣加一盖，给我浓淡恰好的香味，十倍持久留香，让日常变得不再寻常。全新当妮护衣留香珠。